怡请。怡情拜见赵大人。啊，好好，坐坐。谢大人。怎么，严公子没有陪你一起来啊？不瞒赵大人，怡情今日既是为严公子之事而来。哦，是严公子忽略了你的锦衣玉食，还是缺乏了金银珠宝啊？怡情不缺华服锦食，只是严公子欲得翠翘心从，怡情做什么事都不顺他的心，怡情心里……哎，怡情啊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才子佳人，权豪士绅，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？何必为了争宠哭丧着脸？这不是更让严公子为难吗？怡情知道，怡情受赵大人举荐给严公子，赵大人无论如何得为怡情美言几句，只要严公子对怡情如昔。怡情，你如果再这么啰嗦下去，别说是严公子，就连老夫也忍受不了了。你能得严公子之宠，享荣华富贵已是很难得了，更何况你既非名门出身，文华，你真是深得我心了啊！各位，总而言之，朝廷的意思是：第一，倭人必须送回去。第二，请各位徒儿过来同朝为官啊。至于你们这方面有什么要求，办得到的一定照办，办不到的也拿原因说明白，请各位谅解。咱们弟兄的意思无非是骑兵霸阵，派船把我们送回川下。至于同朝为官，我们不敢高攀，倭人自然送回去。另外那些弟兄，只要官方能松一步，让他们做个本本分分的善良百姓，还有那些咱们弟兄抢来的金银珠宝，也分给弟兄留着过活。不懂，我们这样的要求，不知官方觉得怎样？诸位不妨稍坐，我与胡大人斟酌斟酌。好，有老夫担保，各位所提条件，朝廷一定应允。各位，事情既然圆满顺利，
我们何不共同干一杯？大人，我们是奉严公子之命前来拘捕道所的。严公子，我们上当了！宁寿，放我们姓罗的人质！哼，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不守信义？深谋远，祸很起。大人，在下也是奉命行事，只有得罪了，统统带走。是是是，走走。嘿，严公子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就快成功的招捕计划眼看就前功尽弃。如朕，事到如今也非你能料，你也别心存失望。东楼此举虽有非议之处，然将到手一举成擒也非坏事。或许东楼他另有打算呢。华公，会不会心意庄严？那罗师爷他？罗师爷足智多谋，能否逃出这一关，也只有看他自己的造化。这些首饰你都不要，以后咱们两可怎么活下去？小红，过去我误以为富贵享受就是人生的全部，现在才知道，这些是多么微不足道。小姐，
龙儿当家，气色不错嘛，看来你是完全复原了。忘了，你是个哑巴，不过还好，你的耳朵还算听得见。我是来告诉你，人质轮到你看守了。狗官赊铁的船头，好，我们以牙还牙。阿赤，走，先去看那个人质。走。绿竹，我是万里风平浪静，否则你们千万不能出来。龙儿当家，那你我就在这儿，等我应付过了吴府，我再来会你们。龙儿当家，请多保重。快进去吧。陈小姐。吴世新狠手了，他是不会放过龙二爷的。绿洲，你先别慌，他装哑可以混血过去的。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吴氏杀人不眨眼，我亲眼看见他杀死吴大叔的。什么？好大胆的！你竟敢杀了自家弟兄，救走了人质！你以为我是白痴啊？别以为你是哑巴，就给我打混蛋！啊！三个人是你们害的，他们俩却死了，你却没事。龙儿，交出人质，否则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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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嘿嘿啊啊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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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商量商量，你有什么资源啊？
找到那个女魔头，英子，你的心情五郎知道。不过我们这次奉了岛主之命，到中原来，也该对自己的弟兄负责嘛。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，新五郎？这一路上你都说了几十遍了，我听得快听烦了。哎，看你的身体情况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够顺利的回到萨摩岛。我想，总会有办法。好，好，干得好，把他们通通赶尽杀绝。可是，不见那个女窝头和罗师爷，也没找着王翠翘姑娘。对老夫而言，那几人是生是死，已无关紧要。不过王翠翘是严公子要的人，要尽量去找。是。朝廷在一夜之间抓了四大盗手，一平的贼窝，那么大的事，罗师爷跟胡总
都被蒙在鼓里，全然不知。嗯，否则罗师爷也不必入道为职了。哼，朝廷这么做无非是想利用人子曲线盗贼，让他们疏于防范，然后一举成器。哼，太卑鄙了。不过徐海是朝廷派去卧底的，不管怎样他们总该放了他吧。赵素芳，我想起来了，上回赵文华率军围剿梁四的时候曾经跟徐海有个过节，他会不会假报私仇趁机陷害徐海？哎呀，偏偏罗师爷行踪不明，也不知是凶是吉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再去总督府一趟，设法救出徐海。好，我跟你一块去。不，素芳你留在家，也许会有消息传来。嗯，阿狗小心点。就是这个样子，小姐，快过一点啊！我看我还是委屈点，不知道去吧。少爷，我早就知道要出事儿，胡大人和那个阿狗就是不肯给我说呀。胡大人给阿狗呢？哦，在大厅早就等候了几个时辰了。好好，来，崔家。朱大人，我求求你在天之灵保佑保佑我们，助我们一臂之力吧！啊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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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朱大人，拜托拜托，承德湾，先扶王姑娘去歇息吧。我一定要见胡大人。罗师爷跟翠娇总算平安无事了。翠娇，胡大人。哦，翠娇，快坐下歇了。胡大人，罗兄，恕我吧。翠娇，你没事吧？是。那就承德湾。
一会儿麻烦你给王姑娘熬点补品。快去吧，胡大人。事情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们错估了赵文华和严世蕃的阴谋，以为他们总会为大局着想，等待赵后成后再大举清算。届时，我们已经将道我安顿完毕，让他们无可乘之机。岂料，他们竟挟私怨，假公报复。唉，他们想杀翔，还想借此机会杀了徐海。他们想杀翔，还想借此机会杀了徐海。对，不但这样，他们还逼着胡大人找寻翠翘的下落。严世蕃那个老贼强撑，非得到翠翘不可。奸臣无辜，朝廷全落国贼之手，恐灾难造福天下苍生。未今之计，翠翘势必先斩留山水军。至于徐海，罗兄可有主意？侯大人可知徐海被拘禁何处？在县府监狱。好，我们必须赶在严世蕃去找徐海之前，先动手救出徐海。那就在今夜三更动手。这么久还没回来，事情究竟怎么样了？阿狗，素芳，英子，以为这小酒馆里没人，想借住几天，没想到会遇见你。是啊，我和阿狗回来整理家父的遗物。那阿狗呢？出去打听徐海的消息。听说我们刚才在路上听说了，这才出来想找阿狗商量。没想到我们运气好，这么快就找到你们了。哦，这是我师兄素芳。你好。你好。怎么，你们怎会不在行李中？都怪我太任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在庄里，我心情不好，和徐大哥大吵了一顿。我怀疑你这次回来，可能就是为官府卧底的。徐啊，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。我要去告诉各位当家。你放手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听我说。你告诉其他当家，你知道我有什么后果？你真以为我会出卖其他弟兄？你真以为我愿意出了家，再回大窝，再跟杀人进来的勾当？我是为了救人的，换做我赵氏，弟兄就可以自食其力，不必再跟我计较。罗少，决意围剿。这好像区区数万人，能抵得过他们百万大军吗？我个人是生是死并不重要，可是你难道就不在乎丧不老弟兄的下场？你愿意看到他们有家归无的，忠贞于自己的骨肉分离？你愿意看到他们一个个身首异处，混沌茶香吗？
英子真希望能代替徐大哥被撞。要是徐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英子真……英子，你也不必自责了。这件事看来并不单纯，一切等阿狗回来再做计较。素芳，素芳，阿狗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我们是来找你上岸几个头子被抓的事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已经查出了徐海被囚禁的地方，而且准备今天晚上就动手救人。救出徐海之后，必须要有地方安置他，时间紧迫，苏芳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办。好，你们商谈救人，我马上就去想办法。走。你们看呐，这里就是幸福监狱的门口。哎，是的，啊，找点事。哎，我睡了，啊！睡。还有两个时辰呢。大叔，你叫我啊。Ah!
我现在不知道他们不守信义呀！我不要你为我，我不要你为我死！徐海，你不要走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公子他为了救你，给你条信，他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 带回萨摩道，就请你们暂且回避。我要单独和英子说几句告别的话。就让他们俩单独一会儿，他们到底是有同国情谊的。 武郎君。
此怠后戒备，随意让人劫走徐海，那差捕呢？差捕追到渡河外十里的碧雪林，发现了英子和新五郎的尸体，唯独不见徐海。哦，救他的是倭人。那就糟了。东龙一再交代需谨守徐海，主要是预知王翠翘的下落。老夫本想念及徐海入道卧底，可以将功折罪，如此一来更是全力追击徐海，方能澄清误会。是华国，下官已派人日夜巡线追查徐海，只是王翠翘消息中断，严公子方面下官不知，务必追查徐海和王翠翘的下落。是。东楼那边老夫自有分寸。赵文华，文华深知东楼必为此事震怒，现已分别将县令和牢头逮捕，以后听审。各方正在打探王翠翘的下落，消息随时可报。至于徐海脱逃，我看也未必不是天意呀。此话怎讲？解救徐海的既是倭人，那欲证徐海以通倭叛国之罪，也是顺理成章啊。日后无需罗织其他罪名，便可一引出王翠翘出面，二正其法，此非两全其美之策呀。嗯，嘉靖既不徐海，务须将他绳之。